那个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早点安寝吧。哎，公子可喜欢我？啊？喜欢？怎么会不喜欢呢？你就是我的心肝肉，不然我怎么会花那么多钱就为了跟你一度春宵呢？是不是？那，公子可有妻房？没有没有，公子我这么玉树临风、风华正茂的。 怎么会那么早就娶亲呢？是不是？哎，别啰嗦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宁静，公子，你还没有瞧过奴家的样貌呢。好，好，好，先瞧样貌啊！你一定生的极美。啊！宁静，怎么是你啊？好你个唐离，大婚之日你居然敢逃婚，让我在全天下人面前丢尽了脸！你现在还有胆子来青楼了？ 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让你和你的小情人同归于尽，让你在黄泉路上好有个伴。宁静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在办正事，你别胡闹。你办正事，你姐她一进就是办正事啊！ 你别无理取闹了啊！我先把他带走。雨泽逃走了。喂，你就那么喜欢他，还要追出去？你放手！我不放，我看你还敢不敢出去再喝花酒？你胡闹什么呀？好好的计划全被你给毁了。刚才那个雨泽是陷害我哥的凶手。